mini 城寨西康旧香港。从前有个地方叫九龙城寨，那里三不管，但又住落好多人家。学生哥翻屋企之前嚟非法铺摔个法先啦。肚饿咩？街口有炒龙蛋卖啊！唔知咩系龙蛋，咪就系水曱甴咯，地踎风味啊！唔食呢啲，咁去杂货铺啦，玩噶食噶有齐晒。够钟啦，你阿妈叫你翻屋企食饭啊！楼梯污糟，城寨系咁噶啦。上楼之前记得攞埋信先，快啲啦！蒙面超人做完就冇噶啦。呢啲微型做到真嘅一样，称得上系艺术品嚟噶。呢间屋全部由佢一手一脚自己做噶。就我希望做到嗰种画画嘅感觉出嚟。咁画画就你有光暗啊，有个场景嘅设计咁样啦。因为我睇咗日本九龙城寨嘅画集，你咁见到佢入边啲场景咧，其实好吸引。有好多幽暗嘅地方啊，嗰啲走廊咧又湿啊，又污糟啊。同埋嗰啲嘢咧係比較舊，我覺得即係好大嘅發揮嘅空間。當年有單位住，好好噶啦，好多人焗住要住天台屋噶。主要都係用膠板嚟做嘅，跟住再喺表面上色啊，加一啲物料上去咯。譬如啲傢俬咧都係膠板，白色嘅膠板嚟嘅。咁啊解出嚟，跟住就做，譬如做咗一個櫃出嚟啦，上色咯，跟住再掃翻啲木紋上去。他们和另外14个人呕心沥血做出42件怀旧香港街景模型，在太古城中心展出，有17件还是首次公开。